刚刚帮我中了吗？可是一点救不了我的意思，救不了我的意思。什么意思？我快死了。你耍白了。明明没有在里，别这样。真的是你知道为什么汉德会比我厉害吗？对啊，因为他把生死置之于置之在外，就是他比我强。我也没说他比你强。我觉得他比我强，这你对我。因为照理说他的观念是练的，他是玩大师，相当于玩过大师，玩大师，所以他技巧也就是很高的。技巧方面比你高，说就是想法应该还很单纯。因为他只顾着打，不顾前途。也许就是，也许他只是不想，他已经有网路，可是他不想。哇，哎呀，来吧，趁势时候。他在哪里？哎，放那么他在这里。一岁。哎呀，他错了。我学运不好啊，分级啊，这样子。这是男的，我觉得再打一下。你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你不是要去打本东？好，我去打本东，交给我。你知道吗？这个主线，它就是开启本座那个大门的这个。我知道。不论成功或失败，他都会打开。哎、欸，对哦，我难怪觉得奇怪，他们打得变有效率，原来就是把难度定了。有没有？太棒了。一下就半死。等一下你打他也很痛苦。啊，不关你。不要怕，我有在。你看你那边就有在，有没有带领？等一下我死掉就知道。在录音呢。
很多。结果反而花的时间更久了。